新赛季大家都更新了吧？如果更新了，那你的男女朋友也就没了。现在的恋人变成了宝子，刚一这波操作直接让万千家庭分家呀。还有新皮肤的上线，虽然说是鹦鹉，但我怎么看都是我家坤坤呀。质量的话大家自行评判，山水谣也是第二次返场了，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，反正我不抽，因为我已经想明白了，只有不抽的人才不是小丑。蛋仔突击也是理所应当，迎来了削弱，现在的他又短又拉，还不能免疫控制，希望扣七有更多的研发吧。最后这次的更新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最难获得的配饰，油米都不能获得，就是这个免费的配饰，虽然说是免费，但门槛第一个需要5000粉丝，第二个需要10000粉丝，最后一个他需要整整100000粉丝，三个门槛，所以说普通人的话那基本上就别想了，目前还无法天天克服，没办法给大家展示效果，所以如果你也有10万粉再等等吧，这个东西真的是油米都拿不到，真的是太难了。哎，不过我有，大家谁想要？最后就是瓶盖盲盒上新，这个深海潜水的套装是真的可以啊。废话不多说，我17万瓶盖，这能抽不到你？